Navajo Village，它是在美国阿利桑那州佩着这个小城的南部，附近有一个 Page Lake Powell 一个露营地。从这个露营地步行5分钟，到路口有一个 Shell 加油站。那么这个 Village 就在这个 Shell 加油站的背后。这个 village 是属于土著人的博物馆，大门是敞开的，没人管理。我们咨询了一下 Shell 加油站商店里的土著人，问一下我们可以进去吗？他们说可以，所以我们就走进这个 village。亚利桑那州的气候比较多变，风很大。在这山丘和洞穴之间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转，还真有点儿有那么一丝丝恐惧。转着转着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巨大、让人震撼的一个山洞。幸运的是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一缕阳光。把整个洞穴照的是金碧辉煌，哇，那个色彩太让人震撼了。哦，一个人在那里显得特别特别的渺小。This is amazing. You know, this is a place. You know, it's not that everybody can find. It's free, huh? Beautiful, gorgeous. Okay, let's go.